你见过这么大的枣吗？我们南方的枣长这样。对。做农业啊，真的是靠天靠地啊，靠勤劳，少一样真的都不行哈。对。做这个枣啊，特别麻烦，它不是成片成熟的，我们需要往这到处去找。它可以从12月初哈，再到清明节，反正就是你要去找的那种。你为什么每次再找都叫我？你比较高啊。就因为我比较高是吗？对呀、啊。那个，你干嘛不叫你老公？我老公也有摘呀、啊，也摘。肚子饿了，真的，开车过来。我一会儿给你杀鸭吧，两只。一杀又要两只，咸水鸭两只。好吧，录下来了，录下来了，录下来了。OK。这个可以吗？哎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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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这个把马摘下来，你就要给我接上去了。我还给你接上去？对啊，怼你。要不然还不能吃啊。啊。哇，它这个摘的时候真的很脆弱，碰一下就掉。所以说这种最好吃，为什么？它的黄度刚刚好。啊，黄度啊。好过、哦。口感清甜酥脆，既有梨跟苹果的那种口感，然后又有枣的味道。它这个甜度非常的高，有13个糖以上，高的话有15个糖。喜欢酥脆口感的，一定要试一下这个枣，贵妃牛奶枣。四姨的心也随着鸭一起下了锅，挑两只最肥的。煮这个咸水鸭真的很神奇，只放盐跟味精，然后煮熟的时候就抹点盐，生姜都没放，料酒也没有，但是它煮出来就是香，就是好吃，可能跟这个鸭的品种有关系。抹盐比较放少一点，因为我们要啃骨头才不会那么咸。哦。会流口水吗？我来做一个给你吃好吗？好，哇哦哇哦。我的外孙女太辛苦了，给她补一下。肯定要多吃哦。对啊，要多吃一点啊。哇，好吃吗？刚煮熟的，好好喝。我没尝一个，哪里知道好吃？把邻居都给尝过来了，哇！啊，你我叫加点料，加点，加过量了，然后就好吃，好吃。我的哈，啊，我的朋友啊，来，姑娘来，你来加点。你就问，你记得来去加点料，哎，要不？好喝。真的太好吃了，哇，哎呀，